节目类美术设计奖，入围的有王乔毅、郭嘉玲、Two Dog、蔡祥煌、大嘻哈时代二、联心行销股份有限公司。看到阿平其实对于外面的公吴明生，哄弄毒改提供便宜，客家电视台鼓励女性去争取。李盈萱、曾豪明、刘淑婷、赖黄玲，霹雳英雄战绩之蝶龙之乱下阙，霹雳国际多媒体股份有限公司。新冠病毒现郭佑慈、郑文杰、卢朝勇，基因启示解码与编辑，东台传播股份有限公司。黄友杰、腰果小学，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。开小猪才行，我去爱你。得奖的是大嘻哈时代王乔毅、郭嘉玲、蔡祥煌。强烈且富有动感的视觉呈现与影片高张力、快节奏的调性紧密结合，视线焦点集中在对称的舞台布局，且空间层次分明，充满韵律感，造型元素丰富而不繁杂。你先讲。好，好，感谢金钟奖三立 NTV 我的档期圆活孩子气，特别感谢我的档期谢刚刚，感谢执行制作人小姐姐剪辑小恶魔，感谢 NTV 总监肯尼，然后感谢我的动画师廖东腾。然后音乐与图像创作路的这条路就是一条永无止境的马拉松，就像已逝的饶舌巨星 Nipsey Hussle 说的一样， Marathon Continue。 谢谢大家。我要谢谢我的公司，谢谢圆活娱乐，然后谢谢我的老板，谢谢昌哥，不务正业找了一个这个案子，然后让我们玩得那么开心，然后谢谢一起做这个案子的伙伴，谢谢干干，谢谢表弟，谢谢嘉佩，谢谢一起工作最辛苦的谷歌，然后谢谢我的家人，谢谢我的太太，谢谢陈小杰帮我把家里顾得那么好，然后谢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，谢谢大家。